太平山庄这边从昨天的傍晚哦，已经降到零度以下，但是因为水汽不足，所以没有下雪的情形。但是在风口迎风面的部分，还是有结满了雾凇哦，非常的漂亮。那在这边呼吁游客哦，要上山欣赏美景的哦，请配合我们收费站的那个开放管制时间，还有注意行车交通安全。另外，个人的保暖衣物一定要备齐。